然后金维娜是和张茹的对位，好球！哦，机会给小宝，又是一防一。像刚才，哎，好球！哎呦，这球，<笑>还是不佳，勾手可是真准。嗯，着急的状态，他反而更容易失误。嗯，还是比较年轻。夹击来了，好球！嗯，小宝这个左手啊，而且许晨妍打李月如的话，就是要通过这种动起来，哎，对，动起来。 啊，小宝今天这个篮下变成了内线霸，怎么去扛啊？的确压力非常大。对，在外线还没开的情况之下呢，后卫线多往里面突一突。他的手感是延续了上场的这种手感。哎，好球！哎、哈哈，不扣一个吗？<笑>